莲花清瘟胶囊，知唔知佢有咩功效呢？佢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嚟，变到人人都识，因为有医学专家话，莲花清瘟胶囊对初期患者有疗效。莲花清瘟胶囊就系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引入到葡语国家莫桑比克共和国注册嘅中成药，喺莫桑比克可以买得到。澳门一直努力打通中葡贸易，其中就将中医药引入到葡语国家。粤澳合作的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位于横琴，着力发展中医医疗、大健康养生、旅游度假等等的项目，将澳门打造成一个中医药国际中心。产业园入面有生产国际优质药品 GMP 规范的生产大楼、研发检测大楼和配套设施，生产符合 GMP 规格的中医药产品和加工生产服务。到目前为止，产业园已经成功将6款产品在莫桑比克注册。产业园会派员到外国提供中医药医疗培训。目前为止，产业园已经举办了9期中医特色疗法培训班，对象是莫桑比克卫生部属下的医生和理疗师，成功培训了超过200名当地的医疗人员，还为20000名莫桑比克病人进行中医治疗。产业园共同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暨南大学等12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成立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基地，重点转化研究项目，包括由中药提取 RNA 等活性成分进行抗肿瘤药物，制作成不同的中成药保健品。未来横琴澳门正在兴建好像河北都有的中医药主题文化街，以及医疗科技创意博物馆，将横琴澳门发展成大健康、养生、文旅、休闲度假的圣地。